谁才是行家？我是丁静怡。今天啊，要欢迎这位来宾，他是从辽宁嫁过来台湾的，而他跟先生一起收藏宝物的时间长达20年，而且呢，他们收藏宝物的契机居然是因为探亲而开始了他们的收藏之路，所以待会要来看看他们这20年来的收藏到底成果如何呢？待会好好来聊一聊。先来介绍我们的超强大鉴定团，大鉴定精品执行长秦四林秦老板，大家好；珠宝设计艺术总监廖文良廖老师，大家好；还要欢迎于金辉小姐，欢迎，大家好，欢迎欢迎。哎，很开心看到你，因为我知道其实你是秦老板的铁粉，甚至呢，你们曾经不期而遇过，但是秦老板他不记得。是的。哎呦，在哪儿啊？我来到大陆以后哈，一直在看你主持的节目。是哦。嗯。哦。因为我不会做饭嘛。我就到便当店里去学习做饭煮菜。哦，是。嗯，有一天你到我们店里来了。哦，是啊。哎，抱歉，我没认出您来。因为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嘛。啊，是是是是。从你进门呐。就是一般来讲哈，我只要看到漂亮的女孩哈，我都会特别注意。像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注意到您。因为你。匆匆来，匆匆走。注意吃的啊，是注意吃的啊，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于妹妹，你是那个辽宁来的？对。哎呦，好地方哎，就沈阳吗？嗯，我是鞍山的，沈阳是我们的省会。哦，是是鞍山哦，是。那请问你跟你先生怎么认识的？嗯，我跟我先生是厨师，嗯，我是做那个也是在饭店工作。他是台湾人嘛，对不对？他是台湾人，嗯，他到我们那边去工作，我们就认识了。啊，是，好奇怪，这个缘分好奇怪哈。你现在从两个从完全不搭嘎的地方，你看。瞬间跟流星一样相撞哈！您没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一点都没错。而且最惊人的是，孩子已经多大了？嗯，对，多大？嗯，我儿子是30了。哦，哇，那你真的很会保养哇！你看看这个妈辣妈，你看，对，哇，那这个哈，你想想看哈，所以女生啊，早一点嫁是对的。嗯，这么年轻，马上就要做阿嬷了。真的，那么年轻的阿嬷，我真的太惊艳了。所以两夫妻也好，你看两个一块喜欢收藏宝物，嗯，所以他们就这样一块收了20年的时间。是他到大陆以后就寻亲嘛，嗯，就是说认识了，就是说他们家乡的一个考古队员，跟他学习了考古知识。哦，是是是，反正也买了他人生第一块，是人生第一块就是这个吗？对对对，他第一件宝物。可是于妹妹，我跟你讲，很多人哈，很多人去中途哈去学那个考古哈，结果被人家骗很多钱。所以说，我就感觉他这个有没有被骗呐？很担心，尤其是第一个入手的，因为我知道你是我们节目忠实观众，多多少少吸收一些知识。有时候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我家这个东西对不对啊？我先生那个时候买，到底是一时冲动？”一看就不对，不对，有问题。你想想看，这么亮晶晶的东西，这。这一件先生花很多钱呢，来，您说，您加了加涂了上什么油了，对不对？先生花多少钱？约25万。台币25万呢？几年前买的？你说第一件嘛，所以超过20年。40年前。40年前。不是，我先跟你讲哈，哇，你看一个古董哈，像你这个龙形佩哈，这个都是西汉的地方，西汉离现在快2000年了。那这怎么可能有油呢？对不对？我说完，我的心都凉了。好，来，心凉了。两种可能啊，一种就是买到假的，嗯，一种就是呢用错了，用到假的这个方法。啊，什么叫假的方法？有很多人哦，他说他的古董啊要盘，所以就加上那个婴儿油啊，什么绵羊油啊，那不在那边盘，结果害了这块玉。啊，你懂吗？就是要看秦老板的节目。我们讲玉哈，它本来在土里面，这它从汉到现在，它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土里面。它从土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些毛细孔都被那个土啊、泥浆啊封死了。所以你要把它洗干净以后，要这样盘，要用什么？要用布来盘。那它那个毛细孔就活了。然后
这个古玉哈，哎，它就慢慢慢慢恢复了它的生气。哦，那你在头上油，糟糕了，窒息了。哇，你看，你看这是不是有油？你看看，对呀。啊，这个我跟你讲，爱之视且以害之啊。因为我们希望它亮一些嘛。那亮一点，你上汽油喷漆也可以嘛？是你们上油啊？啊？这是不对的啊！天哪，廖老师，这个哦，我们现在是听了秦老板这样讲之后，大家才会知道说哦，原来那个盘玉是真的要这样盘。其实呢，我们以前讲盘玉，我们讲好了，新的物件要盘玉哈，就是直接这样把腕就好，因为以前都是手把件嘛，戴在腰间啦，然后有空就搓一搓，搓一搓。对呀。但是如果是出土的物件，出土的物件因为有很多的钙化的物件，那个物质在里面，所以呢，一般来讲是用中刷。用中刷刷干净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先生40年前的25万，你知道这笔钱真大，真贵。那个要炒多少锅啊？是啊，扬州炒饭要炒3个月、啊，辛苦钱呢。对，那个这是一个西汉的龙形佩，啊，整个的造型，啊，跟它的雕工非常好。哦，好，真的。但是如果说是近代仿品，它做的也不差。是啊，这要经过秦老板来判定它是不是真的。西汉时的龙形玉佩是，这就是重点了。嗯，啊，今天您算是来对了。对啊，不过你心脏好不好？还行，还可以，还可以啊，能够接受那个各种的打击。残酷的事实吗？因为也就这个样子。你看过我们节目，你知道啊，那个价钱不一定是你心中预期。行就对了啊，可以，可以啊。赶紧来评估看看，站稳了啊，站稳了啊，好，来，请鉴定。其实我说，哪里是买不到的啦？比如说大陆嘉德要拍的话，我就是人民币应该是在30万到40万之间。这个啊，开心。我们都在挑这么大神，等你来开房。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我们都在挑战吧大神 APP 等你哦。赶紧来评估看看，站稳了啊，站稳了啊，好，来，请鉴定。65万元。真正的西汉龙形玉佩，咱们上这个放大镜给大家看。先生姓什么？先生姓什么？姓王。王先生，您这块买的真好，刚好紧张哎，我觉得都没忘了。哎呦，看一下啊，看一下哈，是这个玉的所有的这个沁色啊，都是天然的啊。咱们再来看。它的孔是怎么挖的哈？来，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孔啊，这个孔哈，就是用这样，啊，用钻的，啊，用手工拿金刚砂这样子磨出来的啊，这个这是标准的，在汉朝的这种做法哈，很漂亮的龙形佩是啊。其实我说65万呢，拿60万是买不到的啦，但是我们只能说。大概可以用这个价格来评定这样东西。如果是在比如说大陆嘉德要拍的话，我就觉得人民币应该是在30万到40万之间。嗯，这个啊，哎，开心啊！然后我说不会吧，哇，廖老师，大家仔细看，真的很漂亮。嗯，有没有？真的很漂亮。就是别再去用油帮它。一直摸它了。好，那我先来跟你讲哈，是关于盘玉这件事情哈，盘玉要怎么盘啊？绝对不能用手盘啊，也不能拿什么砂纸盘呐，什么都不行啊。盘玉这样盘哈，你要用一块棉布，然后用什么呢？
你包过粽子吗？我看人家包过，我没包过。粽子有两层，一层是竹叶，一种是粽叶。你把那个粽叶晒干以后，把它磨成粉。哎呦，啊，然后放在这个白布上，这样子盘。哇，哦，要这样子盘。啊，这个盘出来的包浆才会好。那那个粽叶的那个粉哈，它可以把那个不好的一些东西把它抹掉，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盘玉的方式，好吗？好的，物件廖老师。那个孔怎么钻出来的？你有没有看过斩木取火？看过。有看过对不对？它就是这样斩木取火，但是呢，我给你一个图面，它是这样钻孔的。哎，古老时候它是这样钻孔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因为都是软玉，所以它可以用硬木，它来钻孔，所以钻进去的那个孔哦都是不对称的。哎，然后大小孔会偏斜一边啊，或者是那个层次不一样，因为那个木头有时候斩了之后，它也会摩擦掉了。哎，所以有的会不利，再来削木头，再重来一次，哎，它就会有刮伤，哎，会有。好的，再来下一个物件，也是先生收藏的，对，买多久了？它这个是有20年了，20年的时间了，哇，也都是很早期就入手了哦。那个时候在哪儿？也是在中国大陆买的。对，他这个是去西安看那个兵马俑嘛，去游玩，在那个古玩店，忍不住就又买了。因为是刚卯嘛，一般都是单的多，单的一般都是配在腰间，辟邪嘛哈。是。但是像他这个穿成串的话，这么多不容易看见。他觉得很奇特。对，他感觉当初花了多少钱买？很心动。所以就又是一个要价不菲的宝。对，这个是约台币也是25万，也是25万台币。哇，我突然觉得嫁厨师还不错哎啊，手艺好，而且钱包也是满满。因为那时候他在日本嘛，日本那个工资比较高，等于外聘，算外聘的，对，薪水也高一些。然后他又喜欢收东西，对，赚来的钱就来买宝物。这个有的时候啊，跟自己的老公啊，有时候也要跟他这个枕边细语一下啊，不要花太多的钱买这些东西，啊，花点钱带着你出去玩玩。但是他看完你的节目以后，他感觉更要花这个钱了。他看到都是涨的，是不是？他都没有看到跌的，是不是？你再想想看，你从辽宁嫁到台湾来，对不对？陪着他打拼那么多年，是不是？现在有点钱了，孩子应该手牵手出去玩啊！买这个工艺回来干嘛？是不是？每天看啊，就算它是真的，那是2000多年前的古物，而且人家这是陪葬用的，对不对？你当宝拿在手上，哎呦，这个不对啊！但是它是辟邪的呀。不是，我告诉你哈，刚卯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刚卯一直在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叫刚卯，啊，那个他们原来的这个带的这个玉佩呀，它原来就是保平安的。到了汉的时候呢，就慢慢变成上面有刻字，刻什么字呢？刻的这个字的意思，就说啊，这个六合之内的这些神灵啊，大家都要怎么样保我平安啊，所以总共有42个字。就刻在上面，然后一个就摆在就放到这上面哈，所以这是刚卯的原来的用途。是，然后你看它的庆色，原来这块岫岩玉它原来是绿色的哦，你看它都已经怎么样了？经过这么多年，你看它变成这种颜色哈，这些颜色都是在土壤里面的各种的金属啊，它浸泡在把这个玉石就泡成这种颜色，您了解吗？所以这个东西啊，可以后可以处理，把它处理了啊，不要一天到晚拿在手上，什么保佑你，
这是保佑你什么？你以为它是辟邪的吗？还有戴在手上，避不了邪。我讲咱们呢，阴森的，咱们做人做事规规矩矩就可以辟邪了。哦，你靠这些辟邪迷信，好吗？人不要迷信，好吗？跟先生说这集一定要看，叫你好不好？叫你先生啊，给你们安排一下，看是到欧洲走走啦，到这个。这个阿拉斯加啦，坐游轮啦，对不对？这台湾嘛，120几个国家免签呐，对不对？多好啊！趁你现在还年轻，我们有环岛，环岛不行，一定要搬出去，好不好？就出去玩，日本你们去玩最近没有？去日本玩，好吗？本来想要去啦，疫情嘛，没关系，现在疫情没有了，跟老公讲，去日本玩，钱不够。找秦老板，好吗？那个开张当票给他。好，这个评估看看我们到底价值多少。真的，我觉得真的是真的要价哈。来，见价，请见价，12万元。不是买贵了，我讲给大家听哈，这原来不是钢毛，不是钢毛。对，原来不是钢毛，它原来哈，原来是一块玉板。它是一个玉指镇，这原来是一个指镇，哈，切成钢毛。那为什么要切成钢毛呢？因为在古董市场，钢毛值钱，指镇不值钱。啊，你明白吧？明白了。啊，是不是？所以如果这是真正稀罕的钢毛的话，这一个就都要30-40万。啊，这是必须要了解的啊。所以你跟你先生是在那个辽宁认识的吗？没有，我是在北京认识的。哦，那他买的物件，他买的这些物件大概分布在大陆的各个地方。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旅游。哦，各地方旅游。我这样问是因为你们辽宁哈有一位政委姓王的，就是北京亨得利这个品牌姓王的王先生是我好朋友。哦，那我有一次去辽宁。一到那边的时候啊，他就送我了一个杯子，两个杯子，两根汤匙。那个我带回来我也不敢洗，全部都是出土的，全部都出土的啊。那个辽宁那边古物还很多，是。哎，那有时候呢，就像你先生炒了一辈子，当了厨师，这秦老板我跟你讲，要体谅这些。做工的人的辛苦，他们会买一个未来。廖老师，一个杯子一个汤匙，两个杯子两个，两个两根汤匙，那是什么奶昔杯吗？不是不是，就是啊啊，两个小酒杯，小酒杯，然后两根汤瓢，汤匙，下一次给你看。好，下一个物件呢？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哦，这件是神人兽面纹的玉虫。玉虫啊，是，它是。上大下小，拿的时候要是小的放在下面。是，先生也是20年前还是？这个是我们认识了一位那个另外一个有一个藏友，他收藏的。那你跟他一物一物吗？对，我们跟他就是说的，当时吧，就是说的也不容易。那你用什么东西跟他换？因为我先生会做菜嘛，是，他喜欢喝酒，所以说我先生就是拿着食材到他家去，对，做菜给他吃，吃完他拿酒，他俩就是说的，就是拿酒嘛品那个玉嘛，交换，饮酒品玉，这也很久了，对，他收藏了能有20-30年了，是，我们这个哈，这个东西叫勒子，勒子。勒子是干嘛的呢？男人及冠以后，什么叫及冠？就20岁戴冠呐。20岁以前是布巾。18岁以前啊，是连布巾都没有啊。及冠以后哈，在成人礼的时候就有一个勒子，绑在这里。哦，这也是佩戴的。哎，这是随身佩戴，走在马路上保平安的，就是出门保平安，叫勒子啊。那这个勒子呢，它是玉虫。但是这边有神人纹，神人纹有两个眼睛，就在这个，我们把它放大，好吧，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哈。所以大家把酒言欢之后，谈了一个价钱，他就转手让给先生了。
当时他没有同意，我们是经常去他家，一直去，一直去，想尽办法，对，灌醉他。这种勒子哈，这种勒子哈，在以前呢、啊，就是文人雅士当官的，他这个是必备的，啊，就好像说清朝的人哈会带荷包，哦，男人要带荷包哦，荷包里面有什么？打火石，还有小刀，是，啊，打火石是干什么的？取火用的嘛，因为满清人呐、啊，他是游牧民族嘛，他必须打火嘛，啊，小刀是干嘛的呢？那小刀就不能跟你讲了哈，是有用的啊。OK， 所以像这些东西哦，古人有每一种民族、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特别的文化的这个风气。那这个勒子呢，又刚好是什么？刚好是玉琮。那玉琮是干什么的呢？好，玉琮哈，在夏朝以前，哦，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璧，啊，是祭天，蝗虫祭地，也就是你在祭天祭地的时候，都要有拿这个祭品，就好像我们现在拿香一样啊，哈。那这个玉琮哈，你看哈，玉琮中间有个洞，对不对？对。玉琮本来有这么大，这么大，哦，是干嘛的？你想啊？它是来定位的，为什么你知道？拿看北斗星，对，哦，我们在北半球有北斗星哦，啊，看啊，北斗星在这个什么位置啊，我就大概知道我在什么样的方位。以前的人是拿这个来定位，所以慢慢的都变成一种祭祀的东西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好，什么？哎，我们转一下好吗？转一下，哎，好，哦，这边就是眼睛啊，这边眼睛。哦，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哈，这边有个眼睛，这边有个眼睛，然后这边有个嘴巴，叫神人纹，哦，这是拿来祭祀的，哦，祭祀的。所以这个勒子哈，这个玉琮的勒子是很久了，哦，很久了哈，最少有1000年。有啊，赶快问一下，当初你说你跟他一直想要请他转让，这个主人他不愿意，后来怎么说服他？跑到你们手上去，就是一直因为，兴趣相同的人嘛，他也喜欢玉，我先生也喜欢玉，聊起来，对，聊得特别开心。最后关键点是，就是我们用15万，是，其实15万并不多啦，他就是怎么说呢，两个就是说都喜欢玉的人，对，同行嘛，就是说的。15万就是意思嘛，但是啊，15万算意思啊，是台币还是人民币啊？台币15万也算意思啊？要叫秦老板拿15万，非把我打一顿的，我是还不见得会拿得出来呢。来，六老师，我跟你讲啊，2019年成交了一个玉琮，好，它的起拍价是500万港币，成交价呢？3132万港币，哎，开心了吧？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们讲勒子，山东话叫勒子，对。那这个勒子呢？哎，这边宇臻也有拍卖哦。像这样的物件跟你的有没有像？有一点。其实我自己也有一根呐，跟你这个一样大小了。是。哦，我自己也有一个了。但是像这样的起拍价大概是多少呢？15000块港币起拍。起拍价。还有没有成交？不知道。是。那今天我们评估就会知道。我们来评估一下啊，值多少呢？这个勒子多少钱？好吧。是，来，先生的心头好哦，请见价。这个是战国运碑，它本身有5个，一模一样，但是它这个上面刻的是《道德经》，这个不是杯子，如果你把它说成杯子，那就不对了，这个东西叫。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挑战吧大神麻将手游即刻下载。好，我们来评估一下啊，值多少呢？这个勒子多少钱？好吧，是，来，先生的心头好哦，请见价，12万元。
这个勒子哈，是，我敢这样讲，它绝对是1000年以上的。啊，这个勒子哈，嗯，那包浆啦，它的沁色都很好啊。我可以讲这是相当漂亮的一样东西。我以为是假的呢。啊，不是假的啊，不是假的。哎，所以说你今天来就对了，来对了。价格还可以了，不是全台湾人帮你鉴定的人还真不多呢。哎，谢谢。是。再来看看这个玉杯，这个，哎呦，这个是战国玉杯，是，这也是我们就是从那个藏友一起同一个藏友的，是，因为先跟他收，对，先收了这个玉琮，后来又去再去他家挖宝，看到这个，这次他。阿萨里的让出来，还是也是磨了一会儿，也是磨了好久，因为这都是人家的宝物嘛。是是是，而且他这样就这样单个，还是他自己本身有很多个？他本身有五个，他本身有五个。我们看到一长一样的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嗯，但是他这个上面刻的是《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其他的，就是说他每一个。就是每篇不一样，所以你选喜欢这个没有，他那四个就被别人拿走了啊，只剩这个，对对对，那他还愿意让啊？他当时不愿意，但是我老公炒菜好吃啊，哎呦，你看炒菜好吃可以娶到漂亮的太太，还可以买到藏友的宝贝，你看他会不会是告诉你说，就是只有五个在这边给你看，后面是一头拉苦。没有，没有吗？你真的没有，就这一个，剩这一个。那最后这一个，他愿意多少转让给你们？我们也是花了台币20万。哎呦，哇，等于比这个还要花更多钱呢。因为他说的这个不止这个价钱。是啊，他说那个要卖给你物件的人都是这么说。真的，你来跟我买珠宝，我也是这样说。对呀，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而且上面还什么老子的《道德经》哦，他觉得内容没有话题就卖不了钱，要有话题。在讲故事，对，讲故事。好，来放大看。这个这是一个小篆体的一个《道德经》的片段文啊，是。所以我要请大家看的是这个包浆啊，跟它的沁色。包浆沁色都有可能假，比如说包浆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化学的东西。那如果说是沁色的话呢，那也可以用加热法或者用其他的方式，那看起来都像是这个沁色啊。那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我们把它立起来看一下好吗？哎，这个不是杯子。这个大家要弄清楚啊！如果你把它说成杯子，那就不对了。这个东西叫枝，枝是什么呢？它是结婚的时候新郎新房洞房里面喝的酒杯。这个酒杯啊，还得传下去。一代一代往下传。是是是。谁可以拿到这个酒杯呢？长房。就是大儿子长房啊，可以拿到这个杯子哈，所以这个杯子是有用的哈。那最后为什么会到那土里面啊？怎么样？这个咱们就不清楚了哈。这是一个枝，而且是一个道地的枝。OK， 好。那到了明代哈，这个酒杯就更有名堂了，叫荷包枝，就两个杯子连在一起。那更有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原住民？我们台湾原住民那个原乡哈，他们那个男女喝酒好奇怪，那两个酒杯哈，放在这是一个木头雕的，然后一人一边讲，哇，就是个意思，你知道吗？很有趣的啊。好，来，这个我们给我们看。来了，老师。哦，这个包浆啊，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老东西啊，老东西。哇，你刚才说，所以人家肯割爱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哈，其实他也不想要了。不会吧？这怎么不会啊？玩久了，你这个东西，你倒酒啊喝，也是一样啊，也不会变得更好喝啊，是不是？而且如果可以变成钱，人家为什么不要把它变成钱呢？对啊，20万呢，他变了20万。是的。但是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比这还要高呢。他当然要这样说，所以我跟你讲，你回去跟你先生讲，
这种东西以后不要买，啊，拿钱去玩，好吗？再强调一次，这我跟你讲，这才是我跟你讲，这个才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哈最棒的一种选择，对不对？辛苦了一辈子，买这个干嘛？是不是？而且这个是在人家墓里面摆了一千年，你挖出来，你当宝贝。我觉得先生听到降价的结果，应该就知道接下来怎么做了。是不是赶紧卖，好不好？试试看。好，来，我们看一下啊。来，这一只芝啊，多少钱啊？来，请见价，25万元。很漂亮，可以哦，多了5万块。故宫哈，故宫有一只，但是它是明代的哦，明代的，这绝对不是明代，这是明代以前的啊。这相当漂亮哈。不过还是这么说，别再买了，出去玩好吗？好，听我的哈，出去玩啊。听你的。来，这个镯子是你的？是我的。那个看起来是女用镯，先生送的吗？不是。哇，这裂纹好深，是不是？还是石纹？哇，这一道。这是我们绣的。这个镯子很快就会发生断裂，要小心。我刚拿了，好明显，不是先生送的，谁送的？这只镯子啊，是我自己恋爱脑啊。恋爱脑？前男友？对，因为他说他这个是祖传的，祖传的玉镯。对，当时这个玉镯的时候是原石，还不是这个样子。经过盘了以后才呈现这么漂亮。因为他说想要我们俩幸福啊，他要去创业，对，所以说我就给他投资了20万人民币。哇，哎，你那个时候还才念书，刚念毕业而已吧？没有，那时候是有上班啦。上班啦？已经开始上班，你投资他20万人民币？对，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吧，我是工作狂啊，就是说一直攒钱，对，一直在攒钱，是，好不容易攒了20万，我本来想投资我自己，结果你投资他，对，把幸福交到了他手里，等于他先把这个镯子交给你，他说这是我的祖传玉镯，对，我们要幸福一辈子，但是你先得投资我，因为我要去赚更多的钱，对，他就投了20万人民币给那个前男友。前男友啊，送他镯子的前男友。我真的撞墙了，那前男友为什么不是我啊？而且他一定有告诉你这个很值钱吧？对呀，祖传呐。他说多少？他有没有告诉你这个？他没有说多少。那人也不知道价值多少，就是说好像他说很有价，祖传下来的，是应该是祖传的，应该是有个五家。那后来怎么分手的呢？因为我要去北京去实习，对，就是说。我说实习回来以后我们商量好了，就是说要结婚，对，但是在我实习期间他就劈腿了。你远距离还能发现他劈腿啊？就是说有同事啊去看我。你问的这完全是非常外行的话。我不行，我一定要，我告诉你哈，一个女人啊要知道男人劈腿根本就不用，我跟你讲，眼睛一看就是他劈腿。我跟你讲，跟他恋爱脑，哎呦，我跟你讲，恋爱是一样更敏感，我跟你讲，恋爱更敏感，一看一听，然后叫他劈腿，连私家侦探都不用找。所以真的是这样啊？当然是真的。抓到了。哎呦，你这个……结果嘞，有没有讨20万回来？这什么去讨啊？你这拜托，你口都没开啊？他没跟你开口就不错了，你还跟人家开口，那好不容易20万这落袋为安了，你还给他拿回来，怎么可能啊？但是不过这件事情倒是有一个好下场。什么好下场？就是后来没结成，才能碰到现在先生嘛。哦，对对对，对不对？好心有好报。对呀，但这个镯子你怎么没有发在那个渣男脸上？没有。你是什么意思啊？20万出去了，也许这个值20也可以啊。你敢扎了这里吗？今天就会知道了。所以你看他前面这个也不错。我一直抱着希望他能值20万。静怡哈，从刚才那段话你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就是从幸福里面长大的。懂吗？真的不知道什么叫风雨交加，你知道吧？就被骗钱，被骗感情，然后再拿了一个这个可能是假货的祖传手镯，这样人财两失。这也不一定假货，也许是国宝，好吧？你干嘛这样？这马上那么肯定呢？还是有机会。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镯子哈，评估看看，见价，好吧？好，请见价，来，请见价。哇，
三板的贵妃镯，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传家的，因为它很贵。我们告诉大家它多贵。这个镯子哈，大概是600万。我不敢拿了，我发抖了，我不敢拿。干嘛不用？我们就打破重新买一个呢。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我们都在挑战吧大神 APP 一起开房插花泡泡壶，等你哦。先见驾，好吧？好，请见驾，来，请见驾。1500元，扎，他有真扎，真的。我跟你讲哈，我用灯光照，这样把20万人民币给骗。这个庆色是人工做上去的，哇，有没有跟雪一样？有没有？这就是人工做上去的啊。这是一个蛇纹石的这个仿冒品啊，全部成本大概也就是人民币了哈，200元。啊，所以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渣男哈，渣男没关系啊，你只要认清楚就 OK 了啊。最怕是跟着渣男，一天到晚跟着渣男跑，那就完了。哎，所以花了20万买了一个经验，也不错。我先生也这么说。但是我这样看你哈，你这一辈子哈，也许前半段有这么一点点小风波，自从嫁给这个男人以后，就现在这个男人以后，哎呀，幸福满满呐。对不对？对，太棒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人生的经验，然后有错过了那些，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现在两夫妻小生活都过得很开心嘛，孩子大了也都到中国大陆去工作了，也没什么好烦恼的了，对不对？保姆还要继续收吗？有，特别是看完秦老板的节目以后，对吧？收不停，继续收，所以赶紧牵你手去玩去吧，好不好？还有更多的宝物，下次再来跟我们分享。下次把先生带来吧，他要不要上节目？他有来，他有来呀。嗯在哪儿？不是他经不起，他经不起严格的考验，心脏不好，他坐了一天。对对对，下次还拿上来，谢谢你们，谢谢，恭喜你们，谢谢。哇，好开心，又到极品珍宝时间，因为每次最期待极品珍宝可以在我们眼前出现，因为都是最厉害的物件，机会非常难得，很难得，很久没录了。对，最重要的是探这个机会哈，对，跟大家哈做一个小小的知识交流，这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大寻宝家那个宝怎么样算是成为是宝呢？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要准备两样哈，也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就是手环啊，手镯啊。一般来讲哈，手镯这个东西哈，在华人圈来讲哈，这是妇女一定要佩戴的东西。哇，你看这个。如果你到了50岁没有一只手环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手上缺一样东西。是。女生哈，我都不会鼓励她们戴手表。根本就没有在看时间呢，戴手表干嘛？对不对？哎，戴手镯哈。是。那这今天我们带来这只手镯是宽板的贵妃镯，宽板哦，很宽哦，哎，比我嘴唇还要宽了，而且好宽，有没有？而且是冰种，冰种的，大家你看，那这个绿的好可爱哦。是，我觉得它在这个绿的地方真的是太美了，绿好可爱，是水头又超级好，是透度也高。其实这种手镯哈，就是翡翠手镯会迷人的地方，就是说，首先它戴起来当然是很好看，另外呢，它就是有那种富贵气，尤其是这样的绿，哇，是，所以你买的时候哈，不要买太差的，你买那个3万2万，我觉得你不要买，你就存一点钱，买好一点，达标的时候再下手。对，所以那在买之前一定要做功课。啊，你不要就听卖家怎么讲啊，什么在网络上买，我都劝你三思后行。现场看到，对，现场看到，然后呢要求对方去打个证书啊，就是说比较信得过的那个鉴定师的证书。是，然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很喜欢，
因为有些人呢买了以后就丢在保险箱，丢在抽屉，我觉得太划不来。不见天日也不行啊，对不对？是是，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传家的，但是呢，你一定要怎么样？要谨慎，因为它很贵。很贵，今天是极品珍宝，我们告诉大家它多贵。这个镯子哈，大概是600万。600万，哇，这个镯子很漂亮哦，我不敢拿了，我发抖了。干嘛不用？就打破重新买一个呢？我不敢拿。真的很漂亮，难怪是极品珍宝，对不对？是。最重要的是，让观众朋友去欣赏一下什么是厉害的翡翠手镯，大概的情况，大概600万是这个样子。好。那如果说是1000万的、2000万的，下次我们会带来。好。上亿的我们都有，拿来给大家看。哇，难得的机会哦。打破了算秦老板了，好不好？打破了秦老板的兵种哦。来，好，另外哈，我们来可以看哈，这个哈观音啊，紫罗兰。哎，大家也看到这个观音呢，这个整个是紫罗兰做的啊，雕刻出来的哈，还要带一抹绿啊，是，那个透度又很好啊。这我都要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那个这个做自行脚踏车的工厂啊，在30年前脚踏车工厂哦。快要倒闭了，就遇到那个这个经济状况啊不好，快要倒闭了。对，那董事长哈，董事长就很烦恼哈。后来呢，偶然之间呢，就请了这尊观音回去，就好了。当好了，会不会是观音的原因？我相信，这可能是董事长自己的运气啦，或者是他自己的努力哈。30年后，对，董事长跟家里的人要去美国了，是，他不能带去，因为他说他听说到美国去买那个他住的地方了，去买香都买不到，那没有办法供奉，没办法，就是这样诚意不够，那他就呢放到我这边，是，让我来供养，你帮他，你不知道。秦老板哈念《金刚经》跟普门品观音普门品，我都是很厉害的。哎呀，这种服务啊，缘分哦。真的是缘分哦。缘分，而且他要出国没办法。我觉得我就跟这个观音有缘分，你知道吗？怎么看？因为哈，我最喜欢的观音就是，我希望那种观音是那种面容，先看面容，不是就是很朴素的。不会很花俏的啊，又持莲呐，持什么什么，拿了一大堆哈。是，我觉得哎，就这样，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观音啊。左手持个瓶，就一个瓶子的观音，然后这整体的这个雕塑颜色都是一体的，真的。我在想，等到这个董事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清楚哈。对，反正先放他，先放着哈。然后我再念这个观世音的普门品，是，或者是说。讲这个观世音的故事，我最近有办了一个那个展会哈，那个讲这个佛教的佛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很轰动，你知道吧？因为我这个讲故事讲得很深入哈。那这个哈，它除了是一个紫罗兰以外，它那个透度哈，跟它的雕刻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棒哈，很细致，非常细致，没错。然后我们可以，你看这边有一点绿，有没有？对，到侧面都有。这个让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而且就像您讲，它很难得，它整个是紫色。它在很完整。它在有一个有福气的人家里待了30年，而且帮助这个企业度过危机，对不对？有没有帮我们不敢这么讲，我们只能说他在那边30年，那现在你看。缘分就到我这边来了，真的啊，会不会舍不得？如果万一他真的要回来台湾了，他说我可以带回去，因为这舍不舍？我在想哈，他去这个董事长去美国，有他个人的私人原因哈，但是他叫我说，没事啊，好好的要供奉一下。我说这没有问题，因为观音对我来讲，因为我是个佛教徒，所以刚好方好适合。是。那这尊观音呢？当时他买的时候就已经超过800万。哇，在他在台湾买的吗？30年前买800万，是，这不容易找到，所以价格一定高啊。我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观音，我们真的节目上也没有观众带来这么漂亮的观音啊。所以我是在讲，今天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是有缘分，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看一下哈。
紫罗兰的观音，你看她的面容啦，这个法式啦，手啦，哇，都很漂亮哈。对，是一个极品的一个紫罗兰的观音像。是的，所以现在继续供着，然后不管是我觉得用诚心啊、诚意啊去供奉它，然后又看到这样一个珍宝放在，我跟你讲，观音不是给你供奉的，佛教徒哈不要迷信，是观音不是让你供奉的，观音是让你怎么样学习的，观音有发十二大愿，观音的大愿就是闻声救苦，我们跟观音学习，也许我们也可以帮人家的忙，是这叫正信，是膜拜观音叫迷信，这一定要弄清楚，是啊，所以供奉不是供奉，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有这个佛像。不是说那个佛像都灵，是有这个佛像，你会觉得啊，你看观世音呢，他在我们这个人世间，你看救了这么多的苦难，对，所以我们也要跟他学习，说也许这个世界，我们也可以尽一点力，对不对？对不对？是，我们也可以发愿去帮助人家，对，哎，这是观音，所以那个观音的用翡翠来雕观音是一种缘分，没错，主要的是兴起那种崇拜的心，是，所以今天好难得哦，不管是这个手镯或这个紫罗兰的观音像，我觉得今天这个极品珍宝让我们看了都有一种我觉得要带着非常很感恩秦老板的心，没有，秦老板没什么好感恩的，但是因为真的都是珍宝，而且这个还是有缘分的哦，大家要看到真的是有缘分。我开始讲，这个是商品，是啊，这个是学习对象啊，对啊，而且还是刚好有缘分，刚好秦老板现在帮忙照顾他，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秦老板带来极品珍宝，谢谢，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谢谢。